好久没有安以轩的消息了，今儿在首页突然刷到这么一张，哇，原来姑娘最近过生日呢。问了一下度娘，发现正日子是在昨天，感觉明星过生日跟咱普通人都不一样。小编决定戳进她微博瞅瞅今年有什么新花样。天了噜，刚进来就被这阵势吓到了，这是生日 party 还是选美比赛呀？安美眉的闺蜜团感觉跟李小璐的姐妹团有一拼了，除了个个大长腿，颜值也很高啊，有木有？别看安以轩今年35了，但打扮起来还是少女一枚，而且她的生日趴是走这个画风的。话说，真的不是给黑帮女老大庆生吗？当天去现场的男同胞一定高兴到飞起吧。余文素地整理报道。好久没有安以轩的消息了，今儿在首页突然刷到这么一张，哇，原来姑娘最近过生日呢。问了一下度娘，发现正日子是在昨天，感觉明星过生日跟咱普通人都不一样。小编决定戳进她微博瞅瞅今年有什么新花样。天了噜，刚进来就被这阵势吓到了，这是生日 party 还是选美比赛呀？安美眉的闺蜜团感觉跟李小璐的姐妹团有一拼了，除了个个大长腿，颜值也很高啊，有木有？别看安以轩今年35了，但打扮起来还是少女一枚，而且她的生日趴是走这个画风的。话说，真的不是给黑帮女老大庆生吗？当天去现场的男同胞一定高兴到飞起吧。余文素地整理报道。